DSE 2023 ICTMC 第十四题，咁呢题都系只有55% 考生咧答啱。同埋就讲咧，有个 CPU 嘅规格，佢嘅 spec 咧系16 cores， 5GHz， 30MB cache memory。咁就问咧下边呢度1、2、3咧，究竟边一个咧系啱？咁咧第一项咧就话，哦，嗰5GHz 咧，原来系个 CPU 嘅 clock rate 嚟嘅，咁呢个好明显系啱啦。第二項就話個 CPU 在同一時間內最多只能夠處理16個 program， 咁呢個好明顯咧係錯嘅。雖然咧有講到咧個 CPU 咧係一個16個 core， 16個核心嘅 CPU， 但係並不代表咧依16個 core 嘅 CPU 咧每一個 core 只能夠處理一個 program。咁如果我哋睇翻咧 multi-core CPU 嘅定義咧，基本上咧佢就負責 handle parallel tasks。平衡處理一些工作，提升個 performance， 同埋因為佢係 multiple core 嘅緣故咧，佢就可以做一啲 computational intensive 嘅 application， 即係特別適合做一啲好複雜嘅運算嘅程序。基本上咧，這個 core 嘅數目咧，同你同時最多 run 到幾多個 program 咧，係冇一個直接嘅關係。所以咧，第二項咧係唔啱嘅。好，第三項咁啊 ，CPU 咧佢 cache memory。攞 data 嗰個嘅速度咧，係快過去 main memory 咧攞 data 嘅。咁呢個好明顯係啱啦，因為講明係 cache memory 啊嘛，30 MB， 咁咪快取記憶體。咁嘅速度咧，一定係高過 main memory 嘅速度。咁但係點解咧 ？cache memory 一定係快過 main memory 嘅咧？咁我哋可以睇翻少少解釋。咁咧，原來有幾個原因嘅。佢話咧 ，cache memory 咧係比 RAM 咧。更加近個 CPU 嘅晶片，咁咧用一啲咧嘅 technology 咧，都係咧高速啲嘅，快啲嘅。嗰啲 path 嚟線路亦都係短啲啦。所以咧 CPU 去 cache memory 攞 data 咧，就一定快過去 RAM 嗰度攞。所以題嘅答案咧就係 1 and 3 only，B for boy。最後我哋睇埋少少咧關於 CPU 個 clock rate 嘅 definition。咁咧基本上個單位咧都係 gigahertz 嘅啦，即係10^9次方。咁多個 hertz， 咁而個 clock rate 就決定咗咧嗰個 CPU 咧每秒鐘可以完成到咧幾多個 cycle， 或者係做咗幾多個 cycle 嘅工作，就好似汽車個引擎個摩打一樣。所以 CPU 個 clock rate 就影響咗咧個 overall computational speed， 即係個電腦咧整體嗰個嘅運作速度同埋佢個表現啊 performance。